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们又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